2020年嘅7月4日，而家全世界总共嘅确诊数目啊，就有1117万多啦吓。咁啊，增加咗咧有将近200000个新增案例，系增加咗197000几嘅。咁死亡咧，而家系528000多人，增加咗将近5000个死亡案例。咁啊，最多新增确诊嘅地方咧就系美国，佢增加咗咧啱啱超过50000个案例，而家佢总共咧系有2885000多。咁咧就相信，如果咁嘅速度继续落去嘅话咧，佢三日之后咧就会超过300000个嘅案例噶啦。咁死亡方面咧，佢而家有132000多。咁第二个多地方多新增确诊嘅就系巴西，增加咗37000多。咁而家佢哋去到1539000几噶啦。印度增加咗22700几，咁啊去到啊649000几。咁啊就南非多咗咧就9000多，咁啊增去到啊17700几等等。